起学跳舞。今天由彤彤姐姐和奶油哥哥要来教大家跳大风吹。首先，彤彤姐姐来教第一个动作，是前奏的部分，要有四个抱抱哦。这边抱一下，那边抱一下，前面抱一下，后面抱一下。好，我们再跳一次。这边抱一下，那边抱一下，前面抱一下，后面抱一下。好，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来跳跳看吧。小朋友，现在换奶油哥哥来教大家跳踢踏舞咯。在跳踢踏舞之前，手手先比一个舞放在脸旁边，来预备咯，预备起，踏踏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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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学会了吗？现在换另外一边哦，一样比一个舞，预备起，踏踏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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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学会了吗？那现在跟着音乐跳一遍咯。爆米花是会跳舞的棉花，哔哔啵啵跳跃的雪花，大树下摇摇摆摆的脚丫，噼噼啪啪踩踩泥巴。动作都学会了吗？现在赶快跟着哥哥姐姐一起来跳大风吹。圈圈跑呀，找个位子坐，谁落单谁最后换你当怪兽。